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咱们这个还是5月份的 Vlog，接着上一个视频，还在多伦多，然后在那边就是中午吃完饭就在那边转一转，这个视频有点彩虹一点点，看大家都在拍这个，然后在就是凑个热闹，应该是那时候是好像是快竞选吧，然后这边不知道在搞什么，就逛了一下，很有氛围感。然后这边超现代化，感觉很酷。然后感觉没什么逛，来到了一个好像很老的一个商场，逛了逛，还挺大的。啊，这个是当时中午在休息的时候看的小松鼠过马路，就是全程就真的没有想剪掉一毛，感觉挺好玩的。但这个地方可能跟前面没有接上，因为这个是跟上一个视频的后面接的，因为时长问题，然后就放到了这个地方。当时在这坐着看了很久，小松鼠。然后这个是当时住的地方，每天几乎都会看到。我这个很可爱，当时那天超多人点，排了很久，然后浅浅买了一点点的东西。那天天很好，还能看到月亮。然后咱们就是开始上学了，咱们假期结束了是吗？是的，还有点下雨。哦，这个帅气 TA 是有上课的动力。然后帅气 TA 下课依旧在学习。是另外一天天很好，这个可能是很热的那几天吧，还每天上课。这个好像是当时有什么放电影吧，我不太清楚。然后学校在拍电影。那边其实是不让拍照，在这边浅浅偷拍了一下。这个是蒲公英小实验，非常的成功。然后浅浅去麦当当抢了点东西，这是周末做的咖喱饭，因为准备搬走了嘛，然后就拍了拍这边的景色。是快要降落的飞机吗？然后当时这个 security 就是我们新搬的 condo，当时哇天，看到他那一刻我害怕了，是在 Indigo，这又不是 Indigo 了，咱们又在满当当了，怎么切场切这么快呢？然后转一转还是 square one，他们这边当时好像是7点还是8点就下班了，很早，这个时候已经交房了。那天就应该是交房第一天，6月1号拍的视频，不对，应该是5月30号吧，6月1号，记不住。然后回去浅浅掐了点火，我这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就已经算是夜宵了，应该已经11点了，记不住了。哦，拉过 YYDS，拜拜。